10小时向前冲。火车防波堤强力把关。新时代重炮强势接班，榜板转上兵困难，期待未来霸天旺财在线。欢迎三位。
季节，剪彩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哦。为了要比赛顺利进行，以及提升球迷观看品质，以下规定拜托大家共同来遵守。第一，来放炮甲放烟火哦，这款的行为是禁止的，所以请球迷不能放炮啊甲烟火来进行。第二，这是公平公开的比赛，不管谁输谁赢。当中袂使废话，乌白了输花，但物件伫咱球场内底哦，维护球场的清气，比赛才有法度继续。第三，禁止打吵死人的刺鼻喇叭，以及会发出噪音的器材来进行。用嘴、用双手为球员加油就 OK 啦。第四，为了咱自身的安全，拜托球迷，界外球唔通乱乱接哦。把你打好球结束，哦，那是听得哀哀叫哦。第五，食薰尿薰，那是送我妹妹。但其实吼，爱食薰的人是我妹妹啦，无这种代志啦。为着大家的健康，请球迷唔通伫个球场内食薰，造成空气污染。球迷朋友啊，明仔日的比赛就要开始咯，欢迎支持倒一队的，今晚请大家跟我喊出中华之棒。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，Listen to me， 精彩刺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！为了让比赛顺利进行，也兼顾到观赏品质，以下的安全规定在球场里一定要遵守哦。第一，禁止携带及燃放鞭炮和烟火。第二，禁止丢掷任何东西入球场内，包括丢掷花。第三，比赛进行中，请勿鸣放汽笛、喇叭以及任何会制造噪音的器材，请让对战的球员能够专心比赛。第四，为了你的安全，请注意规律射界外球，不要乱接球，好好加油就够了。第五，为了保持本球场空气清新，请各位女女子不要在球场内抽烟，以维护大家的健康。球迷朋友们，所有危害